释迦牟尼显宗的这一天，这个我们中华老祖先显宗的这一天，我们的祖宗也显宗的这一天做祭祖日。儒家文化是孝道文化为先，所以显做祭祖日，这是儒家文化节。道家是三元大帝之帝官，中原大帝圣诞也选中了这一天啊。佛家释迦牟尼目犍连为救母亲出这个恶鬼道，然后这个释迦牟尼教导他，也显中这一天佛欢喜，做佛欢喜日来设盂兰盆会广度有缘，说这一天是最吉祥，不是你们之前把它过成了一个迷信，哭哭啼啼，到处悲悲哀哀，悲悲切切的这么一个鬼节。它虽然是可以是做鬼最欢喜的节日，实际上也叫佛欢喜日啊。那么佛也欢喜，鬼也欢喜，祖先也欢喜，你们凭什么就不欢喜啊？欢喜一下就鼓鼓掌吗？再提升一下自己的那个快乐度啊。按这个九祖七玄出幽冥都不再受苦了，这多么欢喜的一件事啊，怎么就把它变成一个哭哭啼啼的节日了呢？说此日最吉祥，最吉祥的时间我们拿来什么？拿来祭祖，最吉祥的时候我们来供养这个四圣法界诸圣贤啊，我们供天龙八部众神明，我们供这个过去七世父母，供我们今生父母的九代列祖列宗，甚至更久远的列祖列宗啊。那么这个人天六道同欢庆，说这是一个欢喜的节日，大家不要把它过得悲悲滴滴的，悲悲切切的，这个到处都是乌烟瘴气的鬼节，不是啊，是这一天他们鬼道众生最欢喜的日子，也是六道众生都最欢喜的日子。那么在这一天大家都贡献出自己家里的食物，贡献出金银财宝，贡献出这个药物鲜花美酒，来供养法界一切有情，它的功德力量最大。说是这个中元节祭祖节，那么还有这个盂兰盆会节，是一个殊胜的欢喜吉祥的日子。我们利用这样的时空来做法会，使所有六道众生的力量聚在一处，四圣法界的圣贤的力量聚在一处，来立德有情。欢迎点赞留言分享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